2.2 million dollar。真男人就看一分钟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鹏。这手牌来自于 Hustler 娱乐场，对战的双方是优雅男神 Alan Keating 和 Texas Mike。这手牌 Mike 翻钱拿到了10-10，直接推了 all in 到气质男神 Alan Keating。A 圈草花，气质跟注，两位选手跑马，胜率是56-44。实时略占几个百分点的优势，两位选手协商跑一次，这样的话波动是非常巨大的。现在两位牌手有说有笑，翻牌一出啊，就有一家笑不出来了。哦，翻牌发出了 A，Alan Keating 实现了反超。我们来看转牌，方片八合牌，只要避开时 ，Alan Keating 就能稳到最后。合牌一张黑桃六 ，Alan Keating 成功收持，优雅永不过时。